啊，你们再靠得近。来，三位，三位这边看一下，三位。来，好，来这边。好，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有几个三集连播的一部大戏《烟雨》，就是这个戏中的人物也是非常的多。啊，故事呢，我想也不用我多说啊，大家在看到了请这个张海东小姐为大家简单的说说，我们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？我看里面有两个。在戏里面是燕子的爸爸，那么就是啊，不是爸爸的仇人，爸爸的仇人，爸爸的仇人，那有两辈人，反正是两辈人。是。那就认识对象还是对象？这个人，我们都聊一些冷笑话。都聊很多，比如说什么车啊，什么这男生的话题，我们都在现场很哎，其实建功也蛮阳光的，我会跟他说，像他喜欢有速度的东西，或者潜水，他喜欢潜水，那其实以前我也蛮喜欢，只是我一下子就爆发，就人性的一个脆弱点。媒体朋友啊，谢谢大家这么长的片啊，今天到上海来做宣传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上海造的三部曲之一。然后这部戏呢，也大家一目了然展开了它里面的所有的情节点。天哪，你担不担心自己有一些这个扮相啊，叫什么没笑出来？那就好啊，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情。其实喝水里的。脱隐形眼镜吧。因为我戴隐形眼镜，我很难哭，因为隐形眼镜弄得眼睛很干，所以我必须要把隐形眼镜脱掉。所以我是一直拍哭戏的时候，我都看不到对手样子是怎样，都很模糊的哦。总之知道有一个女人在我面前，哦，好了，我就哭吧，就这样子。对。